猎杀时刻。这年轻人，我靠！你别笑，没有狗了。盘点整蛊媳妇的作死场面，用冰块涂脚底板，晚上会尿床。用这块吧，你那块被化了。哎，好。媳妇儿，你别生气了呗，来喝个旺仔，来。来喝旺仔，喝旺仔。人间的黑我是憨儿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也很漂亮，真的吗？媳妇儿，你今天穿挺拔呀，给你买的旺仔牛奶。No God, please no, no. 老佩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等外卖呢呗。哦，我发现你今天挺好看啊。我哪天不好看呀？我给你拍张照啊。行。我东西你帮我拿一下来。拍哪？哎，我东西你帮我拿一下，放一口袋里吧啊。行。还有这个，这个。好了。来摆个姿势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再往后点，再往后点，再往后点。不对吧？哎呀，没那个状态，没那个状态，拿不下来呢。哎呀哎呀呀！你用力用力用力，用力用力点。你等着，我去找工具去。等着等着，你等着啊。帮我拿个快递啊。你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哦，对，什么日子？给我的惊喜吗？对呀、啊，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啊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还挺开心。哎呦，拿到了。来帮手了。啊爱将可留姓名，大伙从来都不承认的。打开开关，还试试瘾吗？大河向东流，天上星星。门撞坏了。盘点整蛊媳妇的作死场面。你干啥？你等着。我把那个墨水气球扣你脸上了，我这咱还有那个两个没扣，你要你再稍等我一下，我给扣了。等女友化了四个小时的妆后，好了好了，走吧。你终于化完了，大姐。干嘛？不点烦啊？好不容易出去一趟，快走快。哎，我看了，好不好看了？我看看来。废话，老娘最美好。不是我看看，我看看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啊
下课不？花生酱、酱油、糖臭的臭豆腐起飞了。你给我拿根纸来，厕所没纸了。不算我的油路。因为我们家的巧克力呗。真虎啊！我可牛逼了，我做了一件99%的人都没有干过。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. 哎呦你妈！好像太过分了，决定给他好吃的，跟他道歉。香蕉打孔，挤进辣根，抹平防止发，矿泉水换成白醋。吃个香蕉鸭，我说吃个香蕉鸭，给你个香蕉。你别笑。喝面水，面水塞子，给你面水。是啊，老婆说我脚臭。老婆，我错了。你还笑吗？面对疾风吧。哦呦，这东西雷得很。盘点整蛊媳妇的作死场面。我家里没牙，先给你造啊。哎呀，能剔牙那就行，快一点，好难受。妈的，死多了。干什么？你别管，剃吧，剃吧，剃吧。怕什么？天道轮回，什么破散魂飞？与女友沉迷盲盒，于是给她准备了惊喜。你不是喜欢盲盒吗？这个里边可都是惊喜，咱们一块玩开盲盒游戏。你又想整我啊？没人给你玩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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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边这都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，surprise。哼，惊喜啊？嗯。那玩也行，你也绑上，咱俩一起玩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。啥情况啊，宝宝？这玩意儿要是我整的，我师傅再扭头就跑了，我不可能还来这装睡，对不？我白天看我爸是鼓就什么冲击水池啥的，你问问他，我估计真是我爸整的。好，我问问他。
吗？睡觉你不信，就自己给自己吓醒了，我就给你验证一下。哎呦，闹着玩吧。提示：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男人的鬼话。老婆，给你尝尝我刚买的黄瓜。我不吃，谁叫你这里面是有暗藏什么玄机？我先给你尝一口啊。嗯，这黄瓜又甜又脆，主要是水分还很大。这一根黄瓜水分能有多大呀？尝尝。你尝尝。怎么样？这水分大不大？我不用你嘴硬。李欣欣，荔枝拉稀了。拉稀呢？啊，你看。这怎么那么小，就吐的还拉的？好像真的拉了，你赶紧弄一下吧，你。这不像啊，那么稀。啊，好臭！你干嘛啊？啊。嘿嘿嘿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你喝完了？难不成我还都喝了？在这儿。啊，赶紧扔扔。你吃了吗？老公喂。